Hello，小雨，我们一起去村里。好。西林村为什么叫枝雅干部落？枝雅干位在枝雅干溪与青山溪之间，因枝雅干溪流域向倒卧的大树洞，故泰鲁格族语意为枝雅干。今天邀请到欧米古阿嬷来为我们分享下蕉饭和竹头饭的经验与自己的故事。很稀奇啊，很高兴啊，对呀、啊，头一次吃的时候。这个竹筒饭不是随便煮的，以前是农业时代嘛，没有什么吃的，啊，除非是过节，圣诞节，我们是最重视圣诞节，还收过节，就可以煮，额外就没有煮了，就这样子。他们有时候去打猎的时候，有时候带这个竹筒饭比较耐用，哎，去山上吃的，哎，比较方便，就这样子。就用那个刚刚生的那个竹子。哎，第一年种的，第一年生的，老的不能煮了。黄色的不行，绿色的。买米先泡，差不多一个晚。如果说隔天要煮的话，一个晚上要泡那个糯米，就拿叶子，那个叶子呢，先给它泡水，那个水先泡，那个水滚之后，把那个叶子香蕉叶就给它放进去，给它泡差不多软软就可以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煮那个竹筒饭，就放糯米，之后就包那个香蕉饭，就拿一个绳子一个绑起来，就这样子。我也把竹筒饭包起来，之后再去蒸。都40分钟到一个小时会熟，香蕉饭也是很香啊，对，比较软，那个竹筒饭比较硬一点，哎，香蕉饭是拿那个糯米，也是一样用泡的，之后再拿香蕉之后就给它混在一起，还放一点糖，啊，就这样子。你要绑紧哦，像这样子，要绑紧，不是松的。看你什么时候想吃，以前现在是这样子，以前是我不知道呢，以前好像是都是过节呢。听说以前哦，打糯米啊，以前打糯米的时候，没有什么饭吃嘛。我听我婆婆讲说，以前哦，他们一家人把那个房子都守啊。因为自己在用，自己要吃，因为没有什么饭吃嘛。以前不要给你听到，好像是偷偷摸摸这样子打自己要吃的，是这样子。到第二关秘密基地要跋山涉水，过丛林才会到。终于到了，真的吗？很美吧？真的好美，谢谢小琴带我来你的秘密基地。拜、啊。他陪我渡过难关嘞，从那边走到这边。拜拜。旁边。然后我明明在那边好好的，为什么没走？去玩吧你。另外，河坝是比较容易到的玩水地方，就像后院一样。不像第二关那么困难，真的比较好走耶。我们完面了啊！不，我们面了。二子山温泉是大家较熟悉的地方，古称雾来，意为温泉涌出之地，为猎人打猎后休息的地方。
现在路况很差，要去有难度与危险。有经验的向导也要花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部落的人也很少上去了，但沿途风景很美。路况真的很差，好可惜啊，真想上去看看。接下来小晴说要带我去她最喜欢的泰鲁格族感恩祭。泰鲁格感恩祭是泰鲁格族最重要的活动，除了感谢祖灵庇佑五谷丰收外，也祈求来年家庭美满，无处兴旺，全年庆丰收。很高我是你，我的书母爱难得不得。传统竞技的部分，还有两个。那个比赛非常的激烈，有没有？请大家留住您的脚步，除了整理你的环境，